我们家就过着嘛，这个是哪个？他们家住在哪？这个是哪个？哪个村子？那个是光木，光木村，哎，光木村，看看也光木村，这个是啥子？这是光木村，光木还有灯影山，灯影山两个字。 那个地方就灭了，蛮那个那个，嗯，就叫蛮岭山这个，嗯，就是经过坟山那一段，那就是坟地那一段，就是蛮那个那个那一段，一开始的那一段，你看，如果要比如说那个，还坟地，你看狗子啊，狗还，他们原来都没有狗，狗现在我们，原来没有狗啊。 去青蛙了呀！去年不修过吗？今年得修。